今天啊，来到这个广西梧州的城西县啊，刚好吃完饭，这个东家带我在这里散一下步，说这个学校是他们1913年当地县里面最好的中学。大家懂得的都懂啊，平潭联姻，看看就这个山坡上，而且外面是树的小水，大家看到啊，来我的镜头，大家看到这个树啊，来看这个树啊，看这个树，这个树你看很大啊，为什么说对学校来讲，它左边有，右边没有啊？看右边是空的，一般来讲很多地方都会两边都有啊，为什么说它这边只有右边有？而且这个树很多年了。啊，这个书有上面写的是122年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写的是122年，啊，这个书很老了。好，大家看看这个中学，这个中学很好的啊，不错的。啊，这个是对面输了条逆水，啊，对面有暗来潮。